三中路，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安安，大家好。那么，咱今日讲《圆觉经》，今日呢已经进入了第52天。那么，大家真踊跃来这听闻佛法，这因缘非常的殊胜。那么，现在请大家呢拍开这个《圆觉经》经文。佛祖也能讲咯，世尊，若诸觉性本性清净，因何染污？使诸众生迷闻不入，唯愿如来广为我等开悟法性，令处大众及末世众生作将来眼。虽是利益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日复始。于是世尊各证诸业种菩萨言：现在，现在，善男子，你定乃能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诸闻如来如是方便，你今谛听，当为你随。即净诸业障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不言而听啊。那么这段就是讲了净诸业障的这位菩萨啊，请教释迦牟尼佛问题的一个经过就对了。那么咱现在用这个白话解释一遍，大家就容易清楚。所以听好哈，大圣世尊啊，如果这个圆明觉性本来的体性就是清净的，为什么呢？会染污不净呢？使令所有的众生啊，迷惑纳闷，不能进入啊。唯愿佛陀广宽呢，唯愿。开始启悟这法性，使令大众的以及末世众生，当作将来引导的眼目。说完此话啊，五体投地，如是三处恳请。迄个时候，大圣世尊呢，向净诸业障菩萨说：现在，现在，善男子。令人为所有的大众以及末世众生的诸顺请问如来如何进入觉性的方便修法。令现在注意听哦，我呢如来当为令讲说。在那个时候，净诸业障菩萨呢尊奉佛陀的教诲啊，非常的欢喜。就以所有的大众呢，集中不言而听法。那么这段该讲出白话文呢，大家就搁较轻松、容易呢了解到呢，净诸业障菩萨呢，以请教佛陀的经过呢。因为啊，我顶回有讲一个问题啦，过去一些修道者呢。这对佛陀以清法一个精神态度诚恳的状况呢，不是这么一般佛法时代众生啊，以清法呢一贯心情。这么人的清法拢是个啰嗦，也唔知仪式可贵，
甚至较严重呢，根本就未遵守重道啊。所以这个仪式，这个礼貌呢，真要紧。所以咱这边人也要恢复古早人，伊对这法的热情，甲诚恳的请法，迄、那个态度呢，爱看一寡佛经。那佛经呢，有教咱如何来请法，以这个仪式呢？譬如讲，净住业障菩萨呢，以这款请教释迦牟尼佛佛法的态度呢，这是达至咱后代，尤其今摆佛法时代众生呢，作为一款典范呐。好，诸位菩萨，咱下面啊，佫继续讲愿觉经，咱看释迦牟尼佛呢是如何来回答了这净住业障菩萨的问题呢？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梦想即有我。人众生给予受者受命，人数颠倒，实为我体。由此便生啊，真爱二境，以希望体呢，重集希望，两依两梦相依啊。生梦业道，有梦业果，梦见流转，厌流转者，梦见涅槃。这段就是讲，净住业障菩萨呢，请教释迦牟尼佛的。伊讲，咱这个圆满的觉性，既然是本来清净无污染的，那么为安怎？经典还是祖师的开始呢？有当时提起就讲，哎，一念起无明啦、啊，甚至呢，本性个清净啊，啊清净它还阁轮回，它还阁变污染，安尼甚至成佛了后会阁变众生啊？哎，请佛陀慈悲讲开始。下面这段就是释迦牟尼佛回答了净住业障菩萨的问题。也就是咱佛法时代众生的问题啦，哎，咱用白话文念一遍，大家注意听哈。善男子啊，所有一切众生啊，从无始劫以来，内心呢就有这个梦想执着，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以及受者相，错认。这四种颠倒的形象，就是实在的这个自我呢的体现。由这种错误的执着，便产生了嗔恨与贪爱两种的境界。在希望不失的我体呢，由重复啊执着嗔爱哦，嗔恨与贪爱两种希望，我体与嗔爱两种的希望呢。相互依存，因此呢，起业啊，作业而产生希望的善恶业报，以六道的果报，有了希望善恶业呢为因，就梦见了有六道轮回生死流转的果，厌恶呢生死轮转的二性行者，就又果呢梦见呢见有这真实的涅槃圣境啊。可证得呢？哎，注意听真解难吼！啊，愈解说啊，煞愈忝呐。这段经文爱注意听，因为浓缩个呢真短，所以呢爱详细解说过一遍呢。伊就来解说啊，伊讲净住业障菩萨啊，哎，善男子，你注意听。那么，所有一切凡夫众生啊。在累生累劫无量世以来呢，伊头啊开始就开始啊，唔是讲雄雄呢，本来清净，再过一个梦想，啊再开始个轮回，唔是呢，是这个梦想含清净意识是同一存在，同一时间存在。那假使讲先有清净，后来再有梦想呢，这绝对100%唔是呢讲。本来清净，啊清净又搁变妄想，安就等于讲哦，成佛搁会变众生啊，安就唔对啊。
啊嘛，唔是讲当初就开始无明烦恼，哦，后来呢，再个刻入面呢，有一个清净的本性，再个摄入面呢，唔是安尼讲。所以讲咧，真如含梦想呢，是同时存在，未当落入这前后的处地，未当有梦想心，也未当有生这清净的本性心，两个是同一时间存在。那么修就是把这梦想意识给清净，给净化。那么为这个清净的本性呢，佫显现利益啊！啊，唔是讲本来就清净啊！啊，如果本来清净，安尼幸福又佫变众生，安这理论就出问题啊！佛祖意思就是安尼个回答啦。伊佫讲啊，伊讲凡夫众生啊，拢执着有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拢把这四观相呢，拢颠倒执着啊，梦想执着啊，当作这个事相有一个实在体性啦。华海啦，执着这个事相为有一个实在体性，因此伊就产生无明颠倒，有这迷惘的心、颠倒的心，因此生这真爱出来。哎，伊有当生一个个性诶，啊，那个对我较好，哎。我就对伊呢较好，伊会对我较歹呢，我就加倍呢对较歹，有一个对立，叫做真爱两境啦。我系啦，你既然有一个真恨心、甲贪爱的心了后，我阁分析出啦啥？分析出阁生无明，啊无明了后，再阁生出真爱，啊甲这个习气出来。这两观在轮回轮转就对了，无明生真爱，啊真爱佫分析落呢，佫增加伊无明，两个互相的分析，互相辗转，互相呢在流露，这就是生死的原因呢。那么理性人啊，往往呢，伊感觉讲，既然呢安尼为者呢，有生死流转，伊就感觉真讨厌，伊就一心一意呢。要远离这生死流转的过程，因此要求出一个清净解脱的涅槃呢，叫做梦见涅槃呢。哦，这是有关的，咱这段文，咱来讲，大家听较有啊。那么安尼讲有是有啊，但是呢有专有名词，所以专有名词呢，咱有需要啊，过来个解说一下，大家注意听下。内底有讲到这思想的问题啦。那么到底是啥个思想啊？哎，本经有讲了，思想就是我想、人想、众生想、甲受者想，当中有思想。这凡夫众生呢，不能了解这思想伊本来面目，唔知伊真相呢，因此贪染着这思想，因此才颠倒生死啊。第一，咱先解释三个思想的头一个偶像。这个偶像者呢，就是啊，众生于我闻法中妄计我，我所为实有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凡夫众生啊，咱知影讲众生就是我闻合法嘛，就是色、受、想、行、识。那这个五蕴构成一个身躯肉体，有肉体了后，哎，有一个我灵主宰，这五欲六尘被我所主宰，三无大地被我所主宰，哦，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被我主宰，有一个我被我所贪所爱，这拢是五常的范围内底。那么这个偶像你若无净化掉，永远建立一个灵贪比我所贪，我灵爱比我所爱，哎，我有灵心比我所心，这个偶像若无净化掉呢，你始终不能破相，无都把这偶转为无偶呢，哎，你始终都未开悟正果啊。所以第一呢，咱思想第一就是偶像。我想你无净化掉呢，你想要开悟正果，这是无可能的代志。
所以第一呢，简单讲，众生有一个我所的对立啦，感觉伊是实有诶，唔知道是本体性是空性诶，所以呢，地书呢有一个我相的存在，因此才有生死轮回啊。佮第二叫做人相，这个人相就是众生于五蕴法中呢，妄计啊。我生于人道为人，而因于基于诸道，这什么意思啊？这无解释，注意听无啦。这简单讲就是讲，凡夫众生，既然有一个我有的身躯啊，哎，伊就呢，底下感觉讲，哦，我的身躯是生人道了，哦，我是生人道。哎，啊，地无众生，就是畜生道。佛有佛道，菩萨有菩萨道。好、哦，阿修罗有阿修罗道，五鬼有五鬼道。所以讲，伊生伫人道，不同于其他的五道，还是呢，这是法界就对啦。伊单独，我人道为殊胜，我人道为庄严，有一个五道含其他。这个，这是佛界众生，还是佛界殊胜涅槃的有差别，安尼叫做人相啊。那世间人讲，这个人相就是为这个偶像佫分出来，有一个我、你、佮伊、你、我、他，有一个对立就对啦。这个人相，我是男相，啊你是女相，哦，有一个对立吗？这就是所讲的众生不能开悟正果原因。伊唔知讲你我伊这三个角度，人人有佛性啊。虽然投胎转世无同款的身躯肉体，可是清净的本性有啥物差别呢？安尼何必着想要认真在意着这人相呢？是毋是啊？伊意思着破掉呢，咱卖有这对立的人相。哦，我人道含其他地界畜生五鬼啊，哦，那也是这天道阿修罗道呢。有所差别，伊就强烈对立啊，永远未和谐，永远未和平，永远的斗争啊，这个人相就对啊。佮第三叫做众生相，注意听好，就是啊，众生呢，以我闻法中，妄计我呢，依色、受、想、行、识，我闻合法而生。简单讲，咱凡夫众生，众生所以众生就是五蕴合合嘛，真简单。伊唔知这五蕴的物件也是无我的，当下也是空性，伊唔知影。所以呢，伊该强烈的执着讲伊身躯的可爱，啊，有哪严重单恋呢？哦，有哪你看一寡查甫人，哎，查某人吼，伊本身食饱无代志，行马来呢，一直看。食饱就看，无代志就看，早暗就看呢。看身躯有出问题无，面有出问题无，条有大细肌无，这种种问题一日行一日看，只有讲面无歹，行强要白形呢。众生贪着这身躯肉体，所以叫众生相啊。好、哦，一个身躯是小命命，当然咱的意思就是讲，众生爱水是人人的本性，但是你袂当因为你。爱水是咱人的本性，是个过分的执着甲贪恋呢，因带来着呢众生相不能破呢。唔知讲这身躯是一臭皮囊，唔知这身躯是缘起性空呢，是无常呢。因此呢，渐渐依怀执着这身躯肉体啊，这种称呼叫做众生相呢。第四叫做受者相，这个受者呢，就是。众生于我闻的法中，妄计呢，我受一己之受命，当地不一，因人啊而异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哦，简单讲就是讲，众生顾名思义，就是为这个我闻合合而有啊。那么伊啊，妄想执着，计长计短呢？哦，加这自己的性命呢？哇，伊感觉这长对来讲真需要，
讲到死，我要惊死啦。所以大家嘛希望火烧较长个啊，这因讲嘛无介离谱啦，无啥物人要较早死死啊。我看是无因在丢啦。那么问题出来啊，安尼生命拢祝福好个啊，活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甚至是死去啊，火烧只有有一个定数，无唔对。那么你也靠到保养，搁延几年啊？延年益寿啊，这咱也无个好人。但是因为你贪着这身躯，希望较长岁寿呢，安尼呢，有当违背这大自然的因果律。你身躯若个未听话呀吼，你想讲活较长个，我看这是无希望呢。那么有人在讲呢，哎，咱人个生命啊，真正有够可贵个呢。所以讲下当卖命也卖利啦。卖财产，但是伊袂当无性命，因为性命胜过一切啊！你若无性命，一切都唔免人啊，唔免讲啊！你无性命了，扛一块银子啊，要你分呢，你都无机会分啊，是毋是啊？所以有法度分遐个钱，就爱问你到底有这个性命无？所以较早我的师父呢，甲我讲一句话啦，伊讲咱修道人。生命爱过好，但是过好唔是代表你执着，该去呢，你无爱去，安尼嘛是颠倒。有健康的身体，才我得做佛教的工作，会当恭敬随法啊。所以就讲一句话啊：心安日后多荣啊！身躯爱成健康平安，健康平安了，才我得做三宝大事，才我得恭敬随法。是不是啊？啊，如果你身躯里里落落，一个心脏病、胆固醇的伤悬的，啊，一个讲压血压的，啊，一个肝脏有问题的，心脏有问题的，脾个问题的，血个伤多的，种种的问题困扰着你，请借问你还有心情跟方法报告无啦？请借问你要怎度众生呢？所以呢，伊就甲我讲啊，讲身体爱顾好哦。哦，身体若顾好啊，对咱一生的当中，修有形无形，但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咱呢比较讲起要方法报告度众生嘛，足大方便啊。伊甲我讲啊，身体健康就是幸福啊。哦，所以我师父啊，我真感恩伊呢。哦，咱对身体顾好是正确。伊佫甲讲一句话啊，我听真趣味啦。伊讲。如本啊，如本啊！那么你若无健康的身体啊，呛人头前面口，这个门口行呢，门口行有足侪金仔伫啊呢，要互你分呢，你也无咧性命去分啊！哎，我听听佫有道理啊，粗俗，但是蕴藏有足侪学问佮道理伫内底。伊讲你无健康的身体，头前面口行有金仔伫啊咧分。你也无咧亏啊，也无咧性命甲不得当啊！我听听讲，一句话安都够耶，我是世界人受用啊。所以呢，身体会过好。较早呢，我就是感觉身体啊，拢过午不食啊，吃差不多七八年啊，啊因公斤岁数就较无亏啊。哎，我就是啊下晡时啊用一丝仔饭，因为你公斤啊一两点钟啊，亏啊。消磨真济啊！公斤第上大就是哪？口开上元气。你嘛看台顶公斤是青年外好呢？公斤两点钟落吼，伫面上皮皮搓呢，迄元气足算个呢。所以社会上真济演讲家啦，还是公斤说话人，你也问看卖，元气足算个。所以呢，暗时食一撮饭，当作药啊，药食来食。但是咱卖贪爱着去食这饭甲菜呢。所以阮师甲我讲啊，伊讲头前啊有金仔伫遐互你拨啊，你无健康的身体，你也无在条拨倒转来啊，你无法度去拨啊。伊即句话就蕴藏一句话，爱有健康的身体，才好度做真济工课啊。哦，怎讲？即摆身体健康啊，啊健康呢？哎，讲话就快乐啦，无你身体呢，日日了落啦，烂悠悠啦。就是派单故事，安尼轻轻轻的，螺丝锁无安尼，爬起台顶就平平喘啦，
公斤存咧半方个呢？请这用个那公斤水法，我问伊，安尼是毋是讲身体爱照顾好？无健康个身体，哪里有法度做一番个事业啊？健康个身体最要紧。那么在这所在，咱因有讲这思想个问题啊，有讲个这个受家上，所以咱连带这个教育吼，即款个学习呢，也有最了解一点。咱人爱保养身躯个好。后摆伫这社会上做工作，较流利，有健康身体，怎法度啊？做出一番的事业出来呢？那么这受者上简单讲，就是凡夫众生啊，伊唔知这身躯肉体是无常的，是可坏性的，是缘生缘灭的，是刹那在变化变化当中，佛祖叫咱讲，身躯肉体是缘起性空，还是无我的？你茫把这无我的肉体呢，当作实在一个我，伊能主宰，能永恒不变，安尼是唔对的。所以呢，受者上就是凡夫众生，把这自己的性命呢，希望活较长呢。哦，最好啊，卖死上好啦，永远活长乐乐呢，乐乐长上好啦。可是啊，诸位菩萨，有可能无啊？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为安那无可能呢？因为咱人身躯是四代的臭皮囊符合是可坏性的啊，时间呢，这间厝也袂用你啦吼，你无搬厝袂用你啦。好，是较早一个老和尚啊，这个往生啊呢，伊徒弟讲，师父啊，你着搁注释方法报告来度众生，我真恳求呢，师父呢会当注释来度众生呢。师家讲一句。过去十方诸佛啊，拢经过这生老病死咯。我做一出家人，也会当，难对当免不了这个生老病死呢。过去诸佛菩萨在实现这款生老病死，来人间搁离开世间啊，我也袂当离我，我无特权甲下面，因为生死都是一款的自然的规律。那么我将要去的当中，你唔好烦恼。咱的身躯就亲像讲一间厝，用住四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这间厝冇经过呢生住移灭的阶段。哦，这间厝成立，啊，甲这间厝的寿命，甲最后爱败坏、爱歹、爱崩、爱裂啊、爱倒落啊，就亲像讲咱人的身躯。活了七八十岁、六七十岁，甚至较到晚的九十几岁、几世纪的，哎，唔过活较长，嘛是同款的，爱经过生老病死的阶段呐。所以呢，师父换一个身躯尔，并唔是呢，哦，离恁介远。只要恁的心目中人人有师的存在，师并是安怎教恁呢？安尼落去方法落去修，你就成师的呢，这样子自在。会当来往生去呢？那么话一讲完，这师尊就化去啦。在大众中呢，念佛呢，因此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准就化。在大众念佛中呢，来往生去。所以修道呢，爱对这身躯肉体爱有所感悟，因为这身躯是无常的，身躯是一面生一面灭的物件。就哪摊就一间厝啊，生生灭灭，哦，这间厝的寿命啊，真啊一放落会倒落啊，咱的身躯也是同款这道理。所以讲，一个人那是祈求身躯卖死亡啊，这是永远做未到的。中华古今，每一个人拢总会必然经过这个阶段。所以佛祖啊，是就甲伊启示啊，哦，身躯是照咱用的。身躯虽然无常是无常，但是会当做真济呢，利益社会、利益国家，甚至用这身躯呢做真济功德啊！好、哦，像讲我着发一个愿，哦，我本身在今生的当中，无尽一直说法，一直恭敬，一直说法，讲到我无在地方讲，讲到我在临命终的时，命终以前呢，要继续搁恭敬说法。利用咱这宝贵的身躯，
咱这个身躯会当来做一寡照顾认真，来自度过度他人，咱为了啥？哎，嘛是为了讲诶，咱要幸福啦、啊，哦，对咱自己就是要幸福啦、啊，成就咱的福慧啊。哎，你要幸福，唔是讲家己立在山顶呢，温居在哪就幸福呢？你要幸福，爱无尽感众生呢，功德善缘。所以为安怎会得恭敬是听众人山人海，因为这人山人海的听众，对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呢所给的发言呐、啊。所以呢，也当用这个身躯呢，做一寡利益社会国家的代志呢。这福禄而不为啊！诸位菩萨听好，咱以上所讲的就是四相当中的五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叫做四相。那么四相你也了解到伊的体性是空的位置，那么这是转凡入性的关卡。所以阿弥陀讲啊，伊讲啊，修道人有我。净化为无我，那么这个时阵最起码就正初过以上的阿罗汉。伊有人讲，咱凡夫众生，所以我都正成阿罗汉呢。原因就是呢，执着有一个实在我，唔知这个我，这个我呢是无我，是空性。所以呢，执着一切法的实有啊，安尼叫做颠倒啊。所以在《圆觉经》内底讲讲，执着四种的颠倒。对四种呢，对四相啊，五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接触这四款呢，颠颠倒倒，唔知四相是空性的，难怪你要受生死轮回啊。好，这个听好。那么接触这四款的四相以后，就生颠倒起无明啊。哇，永远有一个身躯肉体存在的观念。因此呢，一切拢以我为中心呐、啊，哇，起无明啊！因此呢，既然有一个我为中心，因此我主宰着这三无大地，主宰着整个宇宙，主宰着这社会国家。我有这款，那世间人讲大男孩子主义啦，大女人主义啦，哦，或者是讲哦，你这款人该有一款，有一款哦，占有欲。占有欲啊，占有欲的人诶，哦，这真麻烦。伊相对那顺从伊，哎，伊就对伊好；哎，那看伊观念未倒好诶，无同款诶，就较真心，甚至呢，闹下脚筋呐。这就是伊有一个自我意识的观念坚固，然后产生两款的大毛病呢。第一，就是真心心；第二，就是贪爱心啊。啊，修道呢，爱当甲这个真信心甲净化掉的时阵呐、啊，我甲你建议，哎，你这个自性中无这个病啊。可是这个真信心是真歹净化呀，诸位，这个真信心做歹净化呢？那么真信心啊，你来净化掉，我甲你建议，你欠少真济真济业障。你袂定定伫遐心情伫闹情绪，伫心情伫离开我。你看有一款人哦，伊信心足重个呢，哦，伊信心足重个。较早高雄呢，有一个囡仔，伊走去台北做工课啦。那么因为较晚去下尾转来，啊，较无闲转来看因爸母啦。哇，当然爸母也真烦恼啦，真烦恼。因此，本来对这囡仔是真疼惜的，真爱的。哇，是啊，因爱产生恨呐，说对这囡仔有所成见，拢甲骂这囡仔不好，到处甲厝边隔壁讲伊囡仔不好，永远恨条条、记条条啊。老爸恨囝恨甲安尼看卖，人家讲伊拢听袂落。纵然这囡仔浪子回头，甲老爸忏悔安尼。因老爸犹原无得改变伊当初的观念，犹原呢先入为主定调的，恨一世的人。虽然世间人讲一句话啊，讲江山可移呀、啊，性难改呀、啊。你会当下山倒海呢，
哎，可是你无在了改变你的心吗？咱人是不是做歹改？尤其这真人心吗？哦，那么够一个人啊，好作信因老爸啊，甚至四地人啊，这是台南家啦。那么这个囡仔哦，做唔对去啊，因老爸呢，因就得个骂伊几句啦，骂几句了后，这囡仔就怀恨在心，对老爸永远耿耿于怀，恨因老爸啊，恨是四地人啊。你想看卖啊？所以讲，囡仔恨老爸也好，老爸恨囡仔也好，始终咱要讲一句话啦，这个恨心是足大的毛病。恨心会使着一个人，伊个心情呢袂平衡呢，定定伫遐闹情绪，拄着啥物代志呢，恨心就浮起来。所以嫉妒心也好，恨心也好，即款人去修道啊，我足无鼓励讲即款人来出家修行。那恨心重，还是讲哦，嫉妒心伤强的人，唔好出家修行，迄担在家修道啊，哦，你担在家时啊。嫉妒爸爸妈妈啦，嫉妒兄弟姊妹啦，嫉妒社会国家啦，因人都未讲安怎啊？啊，你出家了后，嫉妒出家人，嫉妒来嫉妒去呢，一个出家的团体呢，互你弄甲歪骨自抓，还佫社会上无合群人呢，佫诽谤啊。所以嫉妒心重的人，啊，佮恨心伤过重的人，无适合出家。但在家好啊，无就可以啊，唔好千难忙出家。去害着这出家团体，迄唔好。哦，在家人，你爱人嫉妒，人就未讲安怎。唔，你一个出家人还有嫉妒吼，伫佛寺内，你人家家乱吵吵吼，这罪过无量啊。哎，就是有几个啊嘞，素质较差啊，嫉妒心强，还有恨心不当人诶，有即款人出家，到尾迄件事让我脑壳鸡犬不宁啊。哦，所以呢，我们一个见规章啊，规章见伊一个啊，后迄款人呢？就讲啊，较早宜兰啊，就一间寺啊，哦，啊，正家歪过自作，弄生弄死的呢，迄个嫉妒心甲恨心伤过重，哦，所以世间人讲讲，江山可移啊，性难改，就是这道理啊。那么无定着一正世人做毒娘啊，哎，正常做江洋大盗啊，伊这恨心呐、啊，哎，这做歹代志呢，心情哦。要净化，唔是讲遐尼简单，对我都净化掉的。这是气难改啊！哦，就讲这囡仔呢，因老爸干咩子呢啊？哦，啊对老爸甚至是敌人呢，这心情煞有所不平衡呐、啊。对老母特别袂较好，对老母较好啊，对老爸就歹。啊，有当时啊是安怎呢？老母管顾较严，伊阵囝阵转变方向，对老爸较好。哦，啊，老母就伫遐怨叹诶，啊，恨老母恨甲半小时去，自你想看卖啊。所以讲，即款诶，真人心伤过重人，爱相当爱时常忏悔甲反省。即佛门叫做习气难改啦，哦，难调难复难改难净化。但是难改难调难调复啊，毋是代表未改哩啦。你啊是足大决心啊，我想修行就修这面觉啊，修你歹习惯。哦，你个介有共嫉妒人爱改掉，你做共挑拨离间人，你这个嘴啊爱改。那个啊，你这个嘴无口德，就这个嘴呢，做够安尼恶别共讲东讲西啦。张家话题你家讲，你家话题张家讲呢。那世间人讲一句话足歹听，就那三姑六婆呢。哇，你低头讲到行尾，行尾讲低头的呢，这拢会带来社会混扰，这块混住呢，欠卡就较好了。因为政府也真头疼呢，迄足济款那个团体会，哦，迄也真麻烦。所以这习气足歹讲，足歹改的啊。尤其这支嘴吼，啊，做个祭祖时代的人呢，这会有社会上任何一团体呢带来头疼啊，甲列入这个危险的人物的。哦，所以讲注意，咱的重点就是讲，这个真人心啊。是相当难解读啊，足歹净化。那嘴骨听好。那么头前讲是真恨心吗、啊？哦，啊后壁讲叫做啥？叫做贪爱，爱情爱欲就对了。
这拢是生死根本哦。注意听好，伫咧《环境有讲了呢，一个问题啦，生死轮回啊，有两种，一者无明，二者有爱。那么这意思就是讲啊，咱所以也即生死轮回呢，伊原因有两款情形。第一就是所谓的无明，第二就是有这真爱、爱情、阴心呐、啊，这样构成咱生死轮回因素。那么第一叫做无明啊，这个无明就是咱所讲的对这代志的真相无明白。因为无明辨呢，在无明造业啊！你无明造业了后，你就随你业呢，哎，轮转、沉沦、受苦的。那么第二就是这真爱爱情，所以有经常讲啊，这因欲爱情就是生死轮回的因素。咱会来投胎转世呢，也是因心呢无断掉。你的阴心啊，若无断掉呢，你始终三界脱袂出。那么过去有一个例啊，那么有一个45岁，一个姓蔡的太太，那有一次呢，哇，伊咧来了讲堂啊，伊就我提起啊，伊讲甲因翁婿呢冤家啦，因此呢准受拍。那么伊来时就提一个乖啊啦。哎，吐者吐者，吐者吐者，吐个钢肠。那么，伊讲他们翁婿一挂观念讲未好，因此两个就冤起来啊。不论是为了囡仔问题，哦，为囡仔教育问题，为了事业问题啊，起先在迄段时间的新婚呢是足愉快，进入了第七年的时啊，就结冤家啊。这冤家甲地拢受拍呢。啊，这次算上严重的啦。讲哦，因翁呢，给拍啊哦，因翁学过带拳呐，总因将因某面那个整一个，因某闪无力啊，准整为这嘴口嘞，嘴齿就落两齿啊，血浸浸流，搁为面个拔骨来，安尼个不要紧嘞，因某面用整歪歪哦，哦啊，伊个拍是因某骨个粗呢，搁反胃啦，哦。那么，伊阵起一个，为干要站一个，站到大腿呢，大腿阵断去。即阵入伫病院呢，都15天啊，都半个月。你想看卖啊？那么，安尼来了讲断了后啊，哎呀，我看伊讲啊，哪哭目屎哪滴呢呐？啊，内底书呢，卫生纸啦，摕咧规半包互七七八二咧。啊，到尾时呢，我就甲讲，讲这咱人哦。生死轮回真艰苦啊！哦，尤其这个感情呢，害咱呢沉沦生死，已经累生累劫啊！但厝人有机会就念一挂佛，好好来修行，最后做一下早暗课呢。那么以后呢，咱就唔免去随这个业呢，去投胎转世啊！哎，你敢知影？听好无？那么这个45岁的太太呢？真够应了几句话啦！伊讲师父啊，恁和尚人拢讲和尚话啊，人阮啊要去做七世夫妻的了。那我注意想看卖啊，伊个讲话讲，我翁虽然歹哦，人生歹歹，唔过歹歹水啊，伊愈怕我是愈爱我了。我听一种心肝作恶杂个，我世间人真一空的，真一癫的。哦，所以迄款人我啊听伤济，我听到有哪对空啊？伊甲因讲，恁非常人拢讲非常话啦，哎，咱听的感受真济啦。所以像即款人拍死人太动情咧，那为了爱情啊，沉沦生死，哦，伊都两点足严重亏失。第一，犯了无明；第二，都有爱啊，都咧环境所讲的。佛祖拢讲，讲头前去等人啊！你想看卖啊？凡夫众生会生死轮回呢，有两款的原因。第一叫做无明，
无明就是讲心内无明白，对这个世间人性的问题伊无了解，对这宇宙三湖大地种种的变化伊无了解，为安怎投胎转世，安怎来做人伊无了解，为人处事伊无了解，这拢叫做无明。第一，伊犯了这个无明的根本的大错。第二呢，心内无明，当然无明会生出这个真爱爱情，因此呢，伊感情也未拄好啊，感情阁遐尼重啊，所以伊呢免不了内心阁沉沦受苦啊。所以呢，佛祖毋但讲讲，凡夫众生生死轮回呢，有两种的原因，第一就是无明，第二就是有爱情啊。哦，所以咱咧经典讲啊，咱为安怎呢？会投胎转世来人间，原来就是咱的中阴身呐。哦，咱的中阴身在咱死去了后，这个身份呢，那每当看到人伫遐做男女代志呢，会产生光线出来。这个光呢，不分是偌远的距离，伫苏联、伫日本、伫美国，哎，他方世界。看你有缘的位置呢，你就看得到。哎，你动这念头，啪就是啥尔？不管呢，过来百万千千亿里路呢，都一时间就到啊。走去太空世界去，哎，走去美国去，去投胎转世。那么为安怎？佛经甲你讲，男女去交合的时啊，迄男精女去交合的时吼，会产生光线。然后你看老爸老母。在生男女代志呢，伊也产生光芒啊！你伫边啊看到阴心压起来，你也客转成冲来呢，结果就冲来一般爬袂起来，投胎转世类啊！安尼是不是阴心呢？互咱呢带来生死轮回啊？佛经就是安尼讲啊，所以投胎转世就是男女去做代志时会产生光线，你的孤魂也跪伫啊！乌天暗地当中飘来飘去，游来游去，当中看到男女在做代志呢，你看得较侪心动啊，阴心压起来呢，就冲落去啊。这些投胎了了后，永远爬袂起来。你想看卖啊呢？所以讲呢，注意，咱生死轮回因素，第一就是无明，第二就是有爱啊。所以今日修道就是把咱这个无明加化明。无明就是爱学佛法，了解人生的道理、宇宙的真理。安尼早袂因为你无知无明来造业呢。第一爱无明化明，第二就是净化你的感情。你感情爱化感情为慈悲啊，哦，化你的感情为大慈大悲啊。咱人的感情拢是占优越的。拢自私的、占有的，所以作在夫妻当中呢，咱当然伊感情是有一个一夫一妇是地位啊。咱嘛无希望讲咱的太太、咱的翁婿呢去找女人、去找男人，咱无愿意安尼。可是袂当因为讲哦，你介你翁婿、介你的太太呢，因此占有欲想过重，带来疑神疑鬼呢，安带来家庭个困扰。你看偌济太太去上班呐、啊，结果翁婿呢接到一挂电话，拢要找因太太，哇，因翁婿错上头去啊！哎，虽然唔是真正要找因太太，无定就是伊朋友，还是亲戚有诶无诶，但是呢，互因太太母也真艰苦啊！啊，有当时呢是太太去食醋，啊，互翁婿呢真困扰。这南方的代志，本来话人话世间啊，作歹斗阵的。哦，这种是安怎呢？疑神疑鬼啦，哦，世间人讲啊，哦，作食醋的，这种是感情的占优越。这是好是歹呢？以合佛的人来看呢，对这感情哦，本来就是淡淡的就可以。哦，你若想过呢，热情奔放，有当时你付出想过这当中呢？你修未修行，无甲你希望你的条件遐呢，你带来困扰甲烦恼。所以我们讲净化感情为慈悲啊，哦，
因为感情是束缚的啊，是变化无常的。所以咱的意思就是讲，咱夫妻斗阵，大家啊是一个缘而已啊。哦，既然是一个缘，咱大家要互相信赖。哦，大家互相之间呢，无疑神疑鬼，把咱人生的后壁段该愉快，哦，大家互相吞论来过过。目前人生哦，都已经家己有贪嗔痴无明烦恼，都痛苦啊。佮加添外口伊外苦互咱呢，你会看有相定的这个痛苦伫个啊，无快活啊。所以慢慢注意啊，会记得佛祖甲恁讲。咱的生死轮回有两款的原因，第一就是无明，第二就是所谓的这个有爱。你会当甲无明化明，这有爱化为净化慈悲呢？安尼世间呢轮回就无你分啊啦，安尼注意清楚吼。因为啊，《黄角经》有讲到这个，为这个世上因化无明。无明则生这真恨心，甲这真爱爱情，则带来生死个轮回。顺便讲这道理，互注意了解呢，也盼望注意呢，将这个无明甲净化掉，下功夫，为这真爱感情甲净化掉，下功夫。安尼呢，咱则袂带来个随业投胎转世轮回危机呢。哇，时间都到咯。哇，今仔时间过真紧，会紧哈！咱明仔在第53天呢，同一时间，晚个经再会。